京城景山后街，黄老爷子的四合大院黄老爷子的车子缓缓地驶进四合大院不久停下后，黄老爷子出了车子，边走边向身旁的警卫员吩咐道：“让俊儿来我这里一趟。”说完，头也不回地进了后进的书房。他刚从香山别墅而来，见了林老爷子。 两个老人再次见面的时候，感觉与第一次完全不同。这两个老人的接触，也意味着国内政治力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至于如何改变，两家最终会走向何处，却谁也不清楚。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黄俊匆匆地进入了书房，步伐有些急，显然是刚从单位里赶来的。 黄老爷子刚开始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等一想到的时候，他也就懒得改时间了。爷爷，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黄俊见老爷子正伏在桌上奋笔疾书着什么，忍不住问道：“你前次不是跟我说要去加州吗？现在可以去了，不过不是去外经贸局，而是去市委组织部，有没有问题啊？” 黄老爷子目光炯炯地盯着黄俊，他知道这个孙子很喜欢对外贸易这一块儿，说是有朝一日要看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强盛，陈美落日，志气可嘉。但是没有相应的实力，又怎么能晨美落日呢？路是要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不能好高骛远。要想国家经济发展，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只有站得高了，手下聚集着大批的能人为自己所用，才能发出巨大的力量，才能真正做到沉美落日。去加州市委组织部吗？是不是太年轻了些呀、啊？黄俊有些奇怪的道：“老爷子一直强调让自己多锻炼锻炼，怎么一下子让自己去那么重要的一个部门呢？” 黄老爷子哈哈一笑，哈哈，平时都说自己初生牛犊不怕虎，现在怎么畏前畏后了？不过放心，不是让你去当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组织部部长是副厅级别，你的资历还不够。你先去市委组织部任副部长，在副部长位置上待上一两年，再上去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吗？是不是高配正处级别呀、啊？黄俊不由自主的问了一句，虽然他知道这是必然的，不然自己这一去一两年内别想上未正职，从副处到副厅隔着一级呢。现在和平时期的官场还没有跳级的特例出现呢，一直强调稳步前进。黄老爷子点了一下头。 既然你没有其他的什么意见，就先去准备一下吧。下个月再去加州。还有，你给我好好思考思考前日我跟你说的那段话。我想，你就算在经济上真的很有天赋，但能够确信自己能达到林老爷子那样的境界吗？就算林老爷子现在他还不是在想着谋求聚集更多的权利，实现自己的强国梦想吗？ 他可是个了不起的人呐、啊，他也生了一个好孙子。说这话的时候，黄老爷子的情绪有些低落。日暮苍山远呐、啊。黄俊默然点了一下头，缓缓的出了书房。不为别的，光为老爷子那低落的情绪，他都要认真的思考一下前日老爷子说的话，以及刚才的那番话。 黄俊不是一个只会钻牛角尖的人。第二天，林锦宏等人再次前往省政府大院见老省长史林章，正好遇到史林章在召开省长工作会议。林锦宏和钟阳等了两个多小时，才见到了略显疲惫的史林章省长。啊，景洪同志和钟阳同志来了，刚开了一个会，耽搁了些时间。 你们市交通局改革款项的问题，经过省委和省政府的认真研究，决定下来了。钱不多，只有五百万，剩下来的要你们自己想办法了。省财政也不容易啊。再说今年省里光你们加州市的财政拨款就给了，好像不少啊。史林章并没有说多少的废话，开门见山地向林景洪说了款项。 虽然有五百万入账，林景红已经喜出望外了，至少为加州市财政多出了五百万来。五百万用得好的话，还是能做很多事情的。他刚想跟老省长说一声谢谢，正好他的手机在这个时候响了。林景红跑到办公室外接了电话，然后急匆匆地跑进来。老领导，谢谢您了。 我要马上回加州市处理点事情。史林章微微有些诧异，不知道加州市发生了什么大事，以至于林锦洪这么焦急，但他也没有多问，微微点了一下头。林锦洪跟中阳随出了省长办公室。林锦洪边走边吩咐中阳几个继续留在省城，直到省财政厅拿到款项再回加州。 因为有省长的批示，想必这款项会不用多费什么力气就能拿到的。他自己则先赶回家中，在省政府大院门口分手。这次林景洪自己上了那辆市长专车，而安天驾驶的那辆玛莎拉蒂远远的跟在后面。好在交通局这边也是有车子的，中阳倒不用走路回去。 来到白云山庄 A 一座，林锦红得知姑姑林雨萍已经回龙城了。听说龙城那边出现了新状况，他是回去确认消息的。他给林锦洪留下了一个联系号码，让林乔贤交给林锦红匆匆地跟两位老爷子道别，林乔贤也没有准备在锦城待着，而是跟着小赫莲坐了安天那辆。 玛莎拉蒂去了加州，准备见见那位王室成员，到底惊艳到什么地步？林锦洪的车子没有去加州市区，而是绕过市区，直接去了马湖县。他在省城接到的电话，正是马湖县县委书记陈真荣直接打给他的。据陈真荣说，马湖县县长郑国正秘密准备发动彝族，弄个彝汉之争来。 酿成动乱，将陈真荣赶出马湖县。虽然林景洪还不知道郑国为什么要这么急着赶陈真荣离开马湖县，但他估计是陈真荣的渐进式去郑计划已经被郑国发现。所谓去郑计划，就是利用马湖县的经济发展，逐渐削弱郑国在马湖县的影响力，然后达到正式法办郑国的目的。 郑国这些年来在马湖县显然干了不少违法乱纪的事情，如果不拿下郑国这个县长，又如何调整马湖县的人事呢？不调整马湖县人事，马湖县就永远不可能发展起来。这根子已经烂掉了，发展自然是一句空话。去郑计划，陈真荣之前是向林锦宏汇报过的，林锦宏也很赞同这个计划。 为此还夸了几句陈真荣。在路上，林锦洪打了一个电话给陈真荣，询问这件事情的具体情况。陈真荣向林锦洪解释了一下事情发生的起因和经过。林锦洪也终于知道了整件事情的大致情况。原来，陈真荣向林锦洪汇报过去政计划，得到林锦洪的夸奖之后，便开始了此项计划。 当然，发展经济并不是一厢情愿，想要发展就能发展起来的。陈春荣认为自己在马湖县人生地不熟的，完全是外来户，想要顺利开展工作，只能赢得人心才行。因此，他十分重视一些表象问题。现阶段他能做的，当然只有从表象问题入手了。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当然是豪华办公室的问题。 他在县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因为豪华办公室的事情公开向马湖县的人民道歉，并且表示在未来的一周之内，马湖县县委和县政府会处理相关责任人，并将所有豪华办公室撤除。他这个电视讲话在国内并不多见，可见其魄力。不过，这个讲话。 好像一颗巨石扔进了一池水塘中，激起了无数的浪花。马湖县无论汉族、彝族人，个个激愤不已。另外，这件事情听在县长郑国的耳中，无异于晴天霹雳。他还以为县委书记陈真荣准备对自己下手了呢。毕竟，陈真荣那句“在一周之内处理相关责任人”的话，矛头好像直指他郑国。 毕竟这件事情的直接责任人就是他郑国和前任书记孙义龙，而孙义龙已经倒下了，不处理他郑国，又能处理谁呢？尽管陈真荣在私下里曾向郑国暗示，这次电视讲话并不是针对他郑国，而要处理县委和县政府办公室的几位人员，但是郑国却无论如何也不相信陈真荣的这个解释。 郑国眼见时间日益临近，陈真荣在召开县委常委会议上直接发难，要县纪委部门对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和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两个人进行立案调查。这个立案调查的消息一出来，好像捅了马蜂窝似的，牵连的人员越来越多。郑国眼见事情已经向自己预想的那个方向发展，哪还敢怠慢？ 随在暗中准备搞一场动乱，挤走陈真荣。不曾想，他还在准备中，这陈真荣便已经得到了消息，立马向市委和市政府林锦洪汇报。市委副书记郑茂森对这件事情相当重视，已经让市纪委和市局的人员赶向马湖县。而林锦洪之后也接到了市局梁贵的电话。 说是市局副局长郑介东带队赶往了马湖县，而跟着郑介东去的是梁贵的心腹，想必郑介东也不敢在这么一件大事上动手脚。梁贵自然还不知道林景洪已经赶往马湖县了，否则他估计会亲自带人下去吧。林景洪听了陈真荣的汇报后，挂了电话，想了想。 决定还是要赶去马湖县一趟，他要趁着这次机会将郑国一举拿下。机会都已经送到手中了，实在没有客气的必要。虽然在这个时候拿下郑国看上去有些不合时宜，但林景洪想着高保伟估计在加州待的时间也不会很长，因此也就不必顾虑市委那边的想法。匆匆地赶到马湖县。 这是他第二次来马湖县了。当县长郑国看到林锦洪的车子出现在县委大院时，顿时懵了。他也听人说了，市长根本不在嘉州市，而去了省城，估计一时半会儿不会回嘉州，因此他才会大胆的选择在这个时候发动。他虽然只见过林锦洪一次，但是那一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者说是深深的恐惧吧。 一个县委书记说拿下就拿下了，那手段果断的，就好像手中一把快刀，毫不犹豫的向一个人的脖颈抹去。这是一种怎样的手段呢？郑国暗自皱眉，心中忐忑不安。他在猜测林锦洪到底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马湖县。现在加州市的事情绝对很多，就算从省城回来。 也不会在这个时候赶来马湖县，这说明了什么？说明马湖县发生了重大的事情，必须要市长出面镇压才行。可是真的有这么大的事情吗？自己身为马湖县县长，都还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呢。难道是为了那件事情吗？不，绝对不可能。做的那么秘密，远在省城的市长怎么可能会知道那件事情呢？ 就算打死郑国，也不会相信林锦洪匆匆来马湖县，会是为了自己将要发动的动乱。郑国对自己在马湖县的影响力很有信心，他相信自己在马湖县就是土皇帝。那个陈真荣又怎么能比得上自己呢？林锦洪进了县委书记办公室。 陈真荣也没有想到林景洪会这么快出现在马湖县，事情好像超出了他的预料之外，使得他见到林景洪的那一刻显得有些慌乱。林景洪好像没有看到陈真荣眼神中的慌乱表情，自顾自的坐下。陈真荣忙起身倒水。哎呦，市长来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刚看到市长的车子。 还不相信是市长您莅临马湖县指导工作了呢。门口响起了郑国那惊喜的声音，滚圆的身子移动却还算灵活，只是整件 T 恤衫像是从水里捞起的一样湿漉漉的贴在他的身上。林锦洪淡然地看了一眼郑国，然后接过陈真荣双手捧来的那杯白开水，林锦洪一饮而尽，然后笑道。 哈、啊，刚从省城回来，还没有去嘉州市呢。听说马湖县发生了一点事情，便过来看看了。一到马湖县才知道这里风平浪静啊，显然是白来一趟喽。对了，这里办公室好像变化很大嘛。看来陈真荣同志和郑国同志已经充分吸取了教训，很好嘛。前车之鉴，后车之师。我们要时刻牢记历史啊，心系百姓。 为百姓做些实事，这才是我们党员干部应该有的觉悟。我们这些当官的可不是为了享受啊！陈真荣和郑国两人心中具有些忐忑，但脸上却没有表现出来，一个劲儿的点头不迭。良久，林景洪才住了口，悠然叹了一口气：“郑国同志，你先出去一下。” 我跟陈真荣同志谈几句。郑国闻言一怔，胸口顿时堵得慌，他默默的退出了办公室，轻轻的掩上门。林锦洪眯着眼看了一眼胸口起伏不定的陈真荣。别的事情我不追究了，我只想确定两个问题：郑国是不是真有准备？县政府？ 谁可以接郑国的位置？当官的有野心不是坏事，我从来不会限制什么。当然，跟着我的前提是要会为民做事，敢于为民做事。陈真荣听了林锦洪的话，心中顿时松了一口气。他忙向林锦洪道：“市长放心，真荣一定牢记市长的教训，为民做事。郑国确实做了准备。” 据我观察，副县长乌彪同志不是郑国的人，对于马湖县的经济发展很有一套自己的看法，思想觉悟也不错，在众多副县长中，就他的风评最好，也很得彝族人民的心。林锦宏暗自点了一下头，他当然不会因为陈真荣的几句话就会相信乌彪这个人怎么样，他还要具体的接触过后才能知道。不过郑国。 就算没有真的做那样的准备，自己已经来到了马湖县，这个消息真假就无所谓了。当然，如果真有此事，那陈真荣还是可以大用的。这个消息的真假对最后的结果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对陈真荣却有很大的影响。林锦洪让陈真荣出去，接着郑国进了办公室，林锦洪跟他谈了几分钟。 又叫了副县长乌彪以及常务副县长等人一一谈过话，一时间郑国竟然摸不清林锦洪到底想要干什么，只是他心中的不安却越来越盛了。这种不安来自哪里，他却一无所知。这显然是致命的。午饭，林锦洪没有在县委食堂里吃，而是去了外面吃了地道的彝族小吃。 下午，当市纪委和市局的人员抵达马湖县时，马湖县的官员彻底晕了，特别是县长郑国更是如此，因为他的不安已经愈来愈盛，好像意识到了什么似的。市纪委书记江金硕一时间也有些懵，他没有想到竟然会在马湖县遇到林锦红。